Coffee soda, any pasta。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集嘅《动漫万岁》，我系手持双剑嘅阿森。系，各位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动漫万岁》。我系最近稍微出咗少少名嘅七爷。真系少少咩？真系少少咩？少少啫，百零个啫，百零个啫。系，大家好，我系琴晚同呢个贾古拉真人击完掌嘅 L 妹。哇！好啦，嗱，我要补充下嗰两把双剑咧，就系一把黑，一把白嘅，就唔系两把金色嘅。诶，就唔系斩妖会断嗰啲嚟嘅。OK， 系系啦，咁啊。系讲翻收听方法啦，就喺 Facebook 度咧 search 电脑 talks 咧，就会揾到我哋嘅 Facebook page， 我哋会定期喺嗰度 update 节目嘅。咁另外亦都有呢个 YouTube channel 啊，欢迎大家订阅啦、收听啦、留言支持下我哋啦。咁仲有呢、這个Facebook 嘅，亦都系 Facebook 嘅呢个电脑 talks 综合讨论区。咁欢迎大家 add 入嚟，系讨论区。咁啊，欢迎大家 add 入嚟同我哋吹水倾偈嘅。咁讲起讨论区咧，咁啊正式入嚟之前咧，七爷系咪有啲嘢要澄清？啊、要同大家分享一下。你讲啊，你讲啊，你思源系是咁的。我大约喺前日左右咧，就喺讨论区度就出咗一个 post。个 post 系做乜嘢？个 post 咧就系指责阿法米通咧，咁啊重新喺在香港就搞有动作啦，咁就搞咗个网站，咁就揾咗一大堆人帮佢做宣传啦。咁当中有一个人咧，就不嬲都好唔中意佢嘅，呢样嘢就不关乎任何政见嘅立场，纯粹系因为喺责界而言，我就系好睇佢唔顺眼咁解嘅啫。咁嗰个系边个咧？嗰个就系周，死我唔记得佢周乜嘢，周玉啊，唔系周嘟啦，你唔好周嘟啦，系啦，周提周嘟。咩都開咗名啦，都講白未通嗰個。唔係有個 post 都開咗名啦，停咯，周停咯。周停，咁佢又講咩？佢又講咗話，由玩呢個模擬城市，我得知道咧，城市係要聽從人民嘅意願，咁咪先會進步嘅。聽民意就死噶咯，大佬，大玩 CPT。咁呢個係隻 game 嘅問題啦。咁但係當時第一個觀感就係、是，如果依啲咁嘅嘢，你都要係要玩隻 game 先知道嘅話，我覺得你好廢噏咯。同埋我一路都覺得佢係偽渣嚟嘅，因為咧。我由佢出宣稱自己係宅到我幾上年買咗一本嘅喺一個同人場度買咗本關於宅講宅文化嘅書，由佢宣稱自己係宅到而家，佢都同我講話，我覺得咧我中意嘅作品咧講嚟講去都係咩非思路啊、非勢利啊，即係呢啲係人都識嘅嘢。我心諗哇，你呢啲講到自己好宅，但係。講嚟講去都講幾樣嘢，我真係覺得你殺嘅有個譜，所以我啦喺普通人眼中呢啲作品都好冷門㗎啦，你明唔明啊？即喺我心目中，哇！呢條友真係好偽雜，所以我就講句嗱，我由一個偽雜嘅説話中咧，我就得知道咧乜嘢就叫做廢噏。咁好不幸地咧，呢啲咁嘅説話就先一俾一大堆人咧不斷咁樣去分享，再加越評論。咁啊，佢哋評論嘅理據係乜嘢？佢哋嘅評論嘅咋？聽民意是會死的，咁而依啲工人分享啲評論嘅人咧，咁啊喺我立一立啊，我發覺佢哋咧其實都係某個爭取呢個可唔可以叫爭取民主咯？好似佢哋冇講過呢樣嘢，都某個政治團體嚟嘅。咁其實我覺得咧，一隻 game 點樣玩法咧，就大家自由嚟嘅，你中意夠玩咁樣去鏟無錢城市去鏟啲。鏟啲 NPC 或者好似阿周庭嗰啲，我要潛進天津嘅行政路嘅，要聽民意咁啊。其實就大家就隨意嘅啫，玩法嘅自由嚟嘅啫。咁我覺得拎嚟咁樣批評就好鬼無鳩聊嘅。即係同埋咧，我覺得你哋之所以去不斷 share 呢段嘢，佢純粹係因為你個勢力同佢個勢力咧，大家幕後勢力係有好嚴重嘅抵觸啫。即係你要屌佢咧，你咪自己去發米通度去分享佢張相咯。點解你都要？是咁拎我個批嚟分享之後，我覺得我心諗，喂，同埋七爺，你講錯咗，我要修正你，唔係你個批，係我哋個批咋？係我哋個台嘅批咋？你又我唔覺得第一個收 channel 嘅人會有睇我哋個台咯。我其實我第一個想唔係點解條友會分享我哋啲嘢嘅？肯定 share 嗰啲人全部都係冇聽噶啦，肯定冇聽咯，因為冇理由 share 我哋個批啊，因為我哋個批成日借佢哋幕後勢力嚟上位啊嘛，我哋不停係啊，我咪話如果
唔係，真係我第一下我以為，哎呀，仆街啦，入監察院啦，冇啦冇啦咁樣。咁點知原來唔係，原來俾人攞嚟做政治製品。我哋而家我哋變撚咗鐵華團啦，而家係咁咯，分享我最巅峰嘅時候，一個鐘裏邊每十分鐘就一個人分享。咁啊，最終錄得嘅幾度都係百零個左右嘅啫。即係百零個好誇張咯，都似係啊！我哋最高紀錄嚟嘅真係，係咯，要分享我哋啲嘢。除咗我哋係真打文唔撚理啊！呢啲求其套個租啊，走去 share 呢班有咩人嚟啊？真係莫名其妙啊！簡直係係唔係咁？我你要我分析，我分析到嘅就係、是。咁好明顯就係佢哋唔夠，因為依家化米通背後嘅有係某個報紙媒體撐腰噶嘛，咁可能係唔想直接攻擊，咁咪隔山打牛咯。我好記得有個講得好係正經嘅，有個分享個評論係係，你見我哋習文化做得咁好，而家又想嚟翻一杯羹，哇！我心諗哇，真係得啖笑，你哋都係差唔多嘅，我想講係，即係你哋一啖啖咩？你咁样同开咗人哋名字有冇分别？是但啦，是但啦。OK。咁咧，咁啊，即系你哋个，我心谂你哋个习，我即时心谂，哇！你哋个习文化做得又几好，即刻咁即系马不停蹄咁啊去个 page 度睇下啦。咁习文化讲乜嘢咧？最近习文化就教你，由于北海道薯仔出售卡洛 B 啊减产，所以咧你哋就可以拎啲薯片去炒啦。我屌你习文化教人炒薯片，我屌你老母臭閪！我都唔系，我唔讲呢啲啊，我讲啲比较同宅有关嘅嘢啦。佢有个之前有两集，一集咧就是、分析动物朋友嘅，一集咧讲游戏王改规则事件嘅，大家走去听一下啊，就知乜料噶啦。我唔评论咁多。我有听动物朋友嗰集，我动物朋友。即係人講動物朋友，佢講動物朋友，佢拎咗大半就嚟解釋我哋個台咧係非常之好啊，所以咧你真係要不斷咁同人講話睇我哋個台啊，講成大半集啊，你老母！有咩話要好似動物朋友啲 fans 咁咯？係就係、是、嗱，你覺得係好嘢就要周圍出去 share 噶嘛？我哋咧做咗好多準備功夫噶，習文化冇咩邊幾個台咧，好似我哋咁樣有做準備功夫啊？咁我承認我哋殿下的確係冇咩點做準備功夫嘅，可能真係。啊！你見我係咁錯料啊！知係啦，我哋咧純粹咧嚟，我哋好似摸索步咁樣咧，唔撚做準備嘅，一嚟咧話去自由發揮就自由發揮噶啦。係，咁就係啊，大概係咁啦，就係呢單花生就 OK 啊，幾好笑啊，我覺得。即係佢即係連呢啲冇，即係我其實就好少同人講話，我喺度咁撚笨柒咁喺度做主持，因為冇錢收，我都唔好意思同人講話冇錢收。做主持，好即係搞到連一啲唔知嘅人都特登拎翻個 pair， 哇！你出名啦呢鋪咁樣，我真係覺得屌你啊！我真係好似 WhatsApp 嗰個我啲公仔頭咁樣咧，有個咪拍頭嗰個嘅，我真係即刻咁去反應咯。希望唔好俾一啲唔相熟嘅人見到咯。不過得百零個啫，應該冇問題嘅，我諗應該完咗嘅呢單嘢已經。我而家都冇再推鋪曬，應該 OK 嘅。係咗啦，應該已經。好啦，翻正題啦。咁就今日咧，頭先講我有雙劍啦，有 coffee soda 啦，就知想講乜啦，就係、是、呢、這個啊近排燙手可熱嘅一套經典作品嘅劇場版啊，就係、是、呢個《刀劍神域》劇場版序列戰爭。可以咁樣講啊，我哋要正式啲 soda 個 ola 係劇場版序列戰爭。Ordinary scale， Ordinary scale， the moving 系人哋个英文全名 ，Sold out online， the moving 唔知乜鸠嘢，系 the movie， ordinary scale， 系啦 ，ordinary scale， 系啦，咁就嗱，但喺正式开始之前咧，咁啊有个前提想讲下嘅，就系其实大家我哋三位主持其实系对 SAO 成套作品系有啲咩嘅感想嘅咧，系啦。唔係，其實都唔係有咩感想啊。其實咧係解釋翻嘅，即係其實大概有咩睇法咧？大家一直有聽開都知道我哋係針對佢嘅，我哋係啊係咩？係啊，如果有聽開以前聽開，一定知道我哋係針對呢套嘢嘅係。啊，其實我而家已經痛改前非啦，而家係佢嘅粉絲嚟。我點解好撚搞你？好撚搞，好假啊！死肥仔。
头先唔系咁讲噶喎，咩啫？假嘅死肥仔喎、啊、你，我想讲假嘅好假嘅死肥仔咧、啊。有兩個噶嘛，你哋睇過邊？另一個好假嘅死肥仔咧，係我中學同學嚟。既然係咁，既然係咁，有啲咁嘅事。有兩個好假嘅肥仔，唔知道大家睇過邊個？係上電視嗰、那個定唔係上電視嗰、那個啊？我淨係識上電視嗰、那個。係、上電視咯。哦，咁冇嘢啦，咁冇嘢啦。OK， 唔係，唔係，其實我係扮蝴蝶妹啫，唔緊要，你繼續。係。大義，你哋有咩大義？係啊。即係我講先啦。咁其實點解我哋執？我就點解用咩理據去針對 SAO 咧？我個理據其實就係咁樣嘅，我就覺得其實一個好嘅本質，其實你要做一個你個角色係要平衡嘅，即係你當然做主角，你係要威係要贏啦，但係你唔係個主角威曬，就令到其他角色要佔個地地嚟咁樣。而我就覺得 SAO 就係有呢樣嘢啦，即係除咗同盟之外咧，無論任何人都係佔個地地嚟嘅，即係好似。主角都兩個朋友，黑萊恩同埋光頭佬，永遠都係要好似獨撚咁樣望離遠咁望住同埋一頭成班去玩咩啊？艾基爾有老婆㗎，但係冇出過場嘛？佢老婆艾基爾老婆有出過場㗎？咦？電影更加冇啊，越嚟越冇添啊！直情出過幾次啫，不過只有同人可以做人生贏家㗎，你其他人唔可以表露呢啲嘢㗎。你突然間可以離遠咁樣去用你淫賤嘅目光去垂憐佢嘅後宮嘅咋，唔可以表露到你哋係人生贏家㗎。係啊，係啊，即係呢個係主角團嘅事啦。同埋一路由SAO 即係仲玩嘅 Solo Island Online 其實仲好啲，但係之後由 ALO GGO 甚至乎之後玩落去，你都係咁樣，你冇一個角色可以同人去做一個比較好啲嘅對比啊！你永遠到啲角色咧，敵人角色去到最後，其實佢哋都係戰爭嚟嘅，係好撚賤嘅。佢哋存在嘅價值就為咗俾我同人去徹底咁樣打到。其實最慘嘅嘢就係我覺得，即、就、係、是、我覺得嗰啲根本係稱唔上係奸角咯，嗰啲極其量只係人渣咯，全部都係小人，小好領面㗎。佢哋除咗即係咁耐以嚟，我想同你講。整套 SAO 咧，我唔係話完全討厭，有啲嘢我都係中意。例如我最中意個角色係邊個？係阿茅長，因為茅長係無論由第一部去到最後，佢都係有一個地位，都叫做可以同同人去做一個對比。除此之外冇啦，其他人冇啊，其他人只不過係為咗襯落同人而誕生出嚟嘅弟弟嚟嘅啫。係咁成套 SAO 有幾多個角色啫？其實都冇幾個角色啫。講多少少小説嘅嘢，去到 UW 篇嘅時候，原本以為係可以扭轉到呢樣嘢噶，但最終同我講，其實好多角色都係為咗衬到同人嘅啫。佢嘅存在價值就係、是前半段，然之後為咗俾把劍同埋除咗之後，佢就冇價值可言噶啦咁樣。搞錯啊！七爺你咁天真嘅，啊七爺乜你咁天真嘅？你真係覺得會扭轉到咩？即係你。UW 嗰啲前段係寫得幾好嘅，你睇 UW 第一章嘅第一節，即係點講咧？咁佢後面好長嘅 UW， 成個 UW， 佢第一節啊，淨係講阿同人同阿 UGO 嗰一段咧，係算係寫得唔錯嘅。係啦，佢係寫得唔錯，但係你原本認為啊，佢終於有個可以對比到個角色嘅時候，就話呢個人發揮得太好啦。会抢镜啊，唔得，佢要死啦咁样，咁啊死咗啦。啱啊，即系你成个古仔，你啲角色发展唔平衡嘅，永远都系一味喺度，敌人系冇理念嘅，纯粹系一场，即系一个好嘅战斗漫画。其实你两个主角去同一个敌人去战斗嘅时候，当然战斗系会系赋予咗意义，代表咗啲乜嘢噶嘛？例如阿 Dio 又好，Dio 對阿成泰或者 Dio 對翻阿初代嘅 Jojo 又都好，即係佢哋各自係有一個理念去代表到嘛。Dio 就係我係代表貪婪，我係要謀取啲嘢嘅，咁呢個就係佢個理念咯。咁雙方係通過理念嘅碰撞，然之後成王敗寇咁樣去主角最終勝利或者付出咗啲一啲代價而得到勝利。咁但係呢套嘢冇啊，呢套嘢。啲奸角係冇理念噶，啲奸角純粹咧，佢哋嘅存在價值就係地底嚟，除咗之外就冇噶啦。係，阿 L 妹咧 ，L 妹你點睇啊？我啊，
你係俾七爺推入坑㗎，你而家有咩？你而家係我介紹，我係俾七爺推咗入去穿原力。係啦，我係介紹穿原力俾佢識啫，我唔係介紹 S O 俾佢識嘅。七爺，因為我識七。七爺當初咧係推加速俾我睇嘅。系啦，咁啊，正常嘅嗰度系好睇噶嘛。我最初识阿穿完力嘅时候，穿完力唔系咁噶，佢唔系咁噶。你已经唔系好似以前咁。系啊，我最初识穿完力嘅时候，佢唔系一个咁嘅人嚟噶。系。系啊，唔系我当初系俾七爷推我睇 A 睇 A 得嘅，咁 A 得就真系冇问题噶嘛。哇，好 OK， 好睇噶，其实 A 得系几好睇噶嘛。咁跟住我睇完 A 得，我应该系睇 A 得睇到。去到邊呢？第五、第六集左右，即是打到春雪變裝了這個災禍之海附近左右啦。動畫版未做的，大家不用擔心，動畫版未做的，動畫版未做的。那講到左右開始，我就去追回 SAO 的，我現在好想打回那個時候自己兩把，屌你這些垃圾不能看啊，仆街，浪費你錢。SAO 有一個問題就是呢，佢个剧情个合理性个诟病咧系严重好多啊！佢系边有合理性嘅啫？佢唔系合理性噶。你点解会觉得呢套嘢会有合理性？同人成个角色本身就系一个刀侠主义嘅存在嚟噶啦。系刀侠主义嘅集合体嚟噶嘛？同人本身就系一个御刀侠主义嘅集合体嚟噶嘛？同即系如果佢一开波，佢一路玩 S O 冇讲咁多现实嘢嘅时候咧，个问题冇表露得咁鬼大嘅，就个问题系唔系 S O 我都觉得我都仲可以忍佢。讲真 ，S O 我都仲可以忍到佢。佢入到 A L O 之后，我真系忍唔到。系啊 ，AO 好过分喎 ，AO 但系 GGO 就更加唔使讲，梗系论外添啊，个个都唔捻系打机嘅嗰个。唔系 GGO 真系好捻正，我依家都未睇晒，但系我真系睇到好开心咯，真系笑到黐咗线咯。啊，即系无时无刻都有打自己啲设定面喎，真系好犀利喎，真系唔知点解可以写到咁啊。系咯，我所谓嘅印象就系我想打翻自己当时嘅自己一巴啦，点解我即系打？我有记翻佢，我有试过觉得呢套嘢系好睇嘅，而家冇啦。我都觉得 S O 系好睇嘅，即系之后，所以 A L O 嘅时候，我唯都有少少觉得好睇嘅地方，系因为啊，矛盾又再出翻嚟啦，呢个唯一有理念嘅人。虽然麻将系 short 啫，但系佢都系叫做有理念啊嘛。你知佢系做乜嘢嘅？系啦，矛盾虽然系 short， 但系佢个理想系。是崇高的，是挺有浪漫的，我觉得他的理想是。再庸俗一点，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同人扭曲到的角色来的嘛。是啦是啦，他最终由第一部去到最后，即是U-Dub最后，是啦，最后他都是保持到自己的格调的人来的，他是。是，很难得啊，在这套戏。那当然啦，你知不知道同人去到U-Dub最后变成什么？就变成神。同人星王。乜捻嘢啊？咩？其实咧，佢唔知道。如果我唔系一路有去揾开啲咧，即系知道啲咧，即系如果你拆开俾我睇，我以为系大陆写嗰啲书嚟嘅，我以为系同人星王啊，咩阿斯纳啊，乜乜后佢系成佢系成个星嘅王啊！你妹有几细嘅？哇！不过当然嗰段咧就因为各种刀侠主义嘅关系咧，佢就最后系唔捻记得晒嘅。多谢，多谢，系 ，OK， 即系 SAO 唔系 Sword Art Online， 即系个观感俾我就系咁样咯。系嗱，咁读我啦，喂，其实咧，我有個 friend 咧，佢好耐之後先至，即係呢套嘢 hit 過一排都冇睇到，跟住隔一排睇翻。咁但係咧，佢係一個有睇港漫嘅人嚟嘅。跟住咧，佢睇完冇耐，即刻嘔一套作品出嚟嚟類比 S.A.O， 我係完全冇辦法反駁佢，就係新次龍虎門。係。我哋跟唔上，我同 L 妹都俾唔到反應。係啊，係嗱，但我要解釋點解簡單啲講，咪就係、是、龍虎門佢哋班友就係一班不斷咁有外掛。啊！不斷咁升級，不斷咁超撚勁，然後對面咧嗰班
即系无论火云邪神讲到几正义啊，几孝顺啊，几咁行正道都好咧，都系会俾佢哋夹硬讲到系邪魔外道，然后怼冧佢咯。我知道，我又可以俾个对比啦。龙虎门就系一路倒一路倒，然之后一路都倒得赢嘅铁华团。系啦，冇错冇错。唔系，同埋其实同埋龙虎门最精警嗰句说话系咩？身住龙虎门最精警嗰句对白系咩啊？就系话对付呢啲邪魔外道，唔需要讲咩江湖道义啊！吓咁，然后所有嘅哪吒招都出齐咯。我记得唔止佢讲，我记得有套变形金刚又系咁样讲，阿狂马又系话博派咧，你哋人多黑人少，嗰对博派又系话，屌你啲咁嘅邪魔学又系讲啲咁嘅嘢噶嘛？又系系啊，咁系咁，然后佢话，跟住佢话觉得佢睇完就觉得呢个世界真系好唔公平。点解个模式系一样，但系身住龙虎门就局限咗喺香港咧 ？S E O 就要系世界流行，因为龙虎门嘅人设唔好。哇、啊！即系龙虎门咧，就系得马小玲冇阿斯兰。系马小玲又唔靓咧。系啦，呢个就系佢哋嘅分别啦。呢啲嘢咧系的确人哋做得比你优胜嘅地方嚟噶，呢样嘢你系要承认噶。系啊。即系巧啊一样，但系包装唔同都可以争好远嘅吓。咁、啊、我自己讲翻啦，其实即系点解我系曾经想即系好多人都同我讲，其实放空个脑当爽片睇系 O K 咁。我系有尝试，但系问题系咧，尤其系我睇小说嘅时候咧，即系我之前都系为咗开咪先夹硬睇嘅，讲真，睇到 A L 篇我真系唔敢再开嚟睇，真系顶唔稳顺。即系我系完全感觉到嗰样嘢就系、是。同人根本就是穿完拎自己的化身嚟嘅，佢将自己所有的感情都投放晒落同人呢个角色度，然后用尽所有的情节嚟去祝福呢个男主角。佢打造自己，佢打造自己，系咯，打造自己，所有的剧情都是为了打造佢，甚至乎佢好辛苦 set 出嚟嘅一啲设定，为了令到同人可以赢，佢都可以毁灭埋佢嘅。咪一样嘢咧，佢好直接承认过。为了我觉得为了作品的乐趣，有阵时故事的合理性是可以被舍弃的。你觉得真的为了剧情好看吗？我觉得纯粹真的为了俾佢自己打飞机嘅，讲真。咁即系观众就系想睇佢打飞机啊嘛。系啦，咁但系呢样嘢就好多人受啦，我自己就真的顶唔顺，尤其是头先我咪讲过话就系身住龙虎门嗰样嘢，就系、是、对付呢啲邪魔外道，唔需要讲咩江湖道义，就系、是。佢每一次就系佢要临尾怼冧嗰啲人渣嘅时候，佢都系咁样嘅、哦。佢都系觉得，唉，佢讲江湖道义噶，佢讲江湖道义，唔好咁样讲。佢讲佢临尾有边次唔系一个人去搞掂啊？俾十秒我咁样，啲砰砰砰砰，哦，四八七零三咁样。O K， 佢次次都系噶，但系sorry， 咁但系你呢只系打機作品嚟噶，呢只唔係科幻作品嚟噶嘛？屌你唔係斯波大也啊嘛！你個妹係阿彩內炸，你個妹唔係早見沙織啊？係啊，得我真係唔係即係佢嗰種，尤其係點解 A L O 係睇到我最反感咧？就係佢懟冧衰香嗰下咧，係真係完全擺到明就係龍虎門嗰種話對付你呢啲咁嘅人渣，我唔需要同你講咩道義啊！即係用盡會開盡切嚟虐殺你咁樣係。是看到很嘔心的，真的我是不明白那些人怎么怂得起。最莫名其妙，他是没有编排的。他是没有编排的、啊、他突然之间茅祥就突然间来救驾的。是啊，他没有编排的那一刻。是啊，他就是说他那一刻才想到，不会有不会伏笔这件事，不要那么天真，怎么会存在啊，说真的。所以我是看他是看得很难顶的，真的。而好似我之前講《寵物小精靈 XY》嗰陣咧，其實我都有提過 SAO 點解我唔中意 SAO， 就係佢呢樣嘢就係佢不停咁話主角冇，就算我覺得同人嘅價值觀係幾有問題，佢嘅做法係幾有問題都好，穿完力都係唔會去否定佢嘅，用盡所有方法嚟話，就算佢係錯，都係因為呢個世界嘅錯，唔係佢嘅錯。咁我覺得喂，即係睇。我觉得是直头是看坏脑咯，呢样嘢真系顶，我真系顶唔顺呢样嘢。咁当然后来即系俾啲朋友开导完之后，我用睇沟片嘅角度嚟去睇 S A O， 我就觉得开心好多啦吓。啊，咁呢样嘢就我觉得开心啊！老实讲，到我哋一阵间要讲，我觉得我成日入到去，我都觉得唔系睇得好开心咯，得讲。系。
既然咁，我覺得唔好開心咯。我哋依 part 即係未分一隻啊，一人都講好耐，即係澄清雞骨啊，澄清。係咯，廿四分鐘係咯，咁我哋係咯 part two 先正式入票。哇，犀利啊！今次第一，我覺得係史上第一次就係我哋嘅 part one 係完全冇講到正題。係啊，冇講正題。紧要紧要，我哋都开始正式入正题啊！哦，系咁。系啦。